大家好，我是韩天元，桂海潮。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国空间站，中国人自己建造的国家太空实验室。在这里有独一无二的微重力环境，有一流的实验条件和实验设备，有实现梦想和创造奇迹的无限可能。想不想和我们一起天地协同做实验？现在机会来了，中国空间站空间科学与应用项目征集正式开始申报了，详情请登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网进行查询。空间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，我们在天宫等你加入，一起携手探索未知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。